指针式的占用电表，或者是数类比式的占用电表，将它的档次达到欧姆档乘以一。好，这时候 COM 这边它会输出五伏特的正电。那一般耳机体这个黑色这边应该就是负。如果要测量的话，那这边因为达到欧姆档，这边会出正，所以如果这样接下去，它会导通。这表示这，然后电导接就不导通，这表示这个耳机体目前是正常的。